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坐回来，我是蔡小君。一年一度轰动全台的基隆童话艺术节已经开跑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基隆市教育处非常的用心规划了系列的活动，好玩的、有教育意义的，就是让基隆孩子留下最深刻的回忆。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教育处处长刘美兰，刘处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教育处的处长刘美兰。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艺术家李启宏。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启宏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学评科的承办员，我们的黄婉婷。主持人好，大家好。婉婷好。要先带大家来看哦，今年我们基隆童话艺术节的主题意象是登陆雨欣，寻找雨精灵。市长呢就号召了全台湾大小朋友一块化身成探险家，一块来找找看我们的雨精灵在哪，快看看。今天很开心跟我们仙洞国小的幼稚园的小朋友大家一起来寻找雨精灵，因为呢基隆一年有200天都是下雨的，所以呢我们呢一起来寻找雨精灵。那同时呢我们也符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跟环保意识的概念，我们让小朋友一边玩一边了解环境保护的可贵。大家好，精灵的一个规划，去描述孩子象中我们的雨精灵到底长成什么样子。然后呢，我们也会因应整个孩子的创作之后，我们会做成了孩子的一个集章点。那也在我们从4月1号一直到4月4号的整体活动当中，这些的集章的部分会在各个的集章点里面，所有的民众只要集满我们的印章，然后就可以换得我们在这次活动里面，所办理的一个精致的一个礼物。而这些雨滴呢，有5000滴的雨滴会在我们国门广场这边呢做一个大型的一个流动的一个艺术展。广场5000多盏雨滴瞬间点亮，基隆市政府连续第三年以在地特色雨为主轴推广艺术教育。作品呢，能够让小朋友呢，除了他们来参加儿童节，他们也为这个儿童节呢做一个作品，然后为基隆也为自己的童年呢来做一个作品。基隆市长谢国良、阳明海运董事长、教育处长一起点灯，还邀请了天马戏剧创作团诠释艺术装置的创作理念。今年是以雨滴来作为我们的主轴，那基隆就像今天一样，常常下雨。像刚才市长所讲的，今年的主题是由基隆市的这个41所的国中小，总共5000位同学，高年级的同学做绘制而成的哈。那我想，尤其我们今天大家知道，台湾最近正在缺水，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开展的第一天，雨水就来了，所以象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征兆。真的每年都可以看到教育处的用心出新招，今年的这个雨滴造型让人家印象深刻。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呢？基隆的童话艺术节其实是每一年每一个孩子都很期待的。那我们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的2023年，其实我们也已经执行了大概18个年头。那每年度呢，在举办的时候，我们都思考能够有什么样的创新，能够再给孩子这整个
那个儿童节的过程当中，他学会了什么，他留下了什么。那其实在这几年的一个转型当中，刚好这一两年来也都刚好因应疫情，所以呢，孩子虽然有期待，但是我们不能办。今年好不容易疫情趋缓了，所以我们就特别的隆重的登场，而且亮眼的给所有的孩子们眼睛一亮，就如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开幕的典礼一样。那刚刚特别提到的是，在童话艺术节当为孩子而特别举办的一个节日活动的时候，我们去思考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如果办理完毕之后，留下来的教育意涵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留下孩子的一个对故乡、对于在地的一个印象。那回过头来，我们就开始一些省思。其实这几年来，我们都可以了解到，基隆是一个非常多雨的城市。那因为太多的雨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在雾蒙蒙的一个雨都里面，或者绵延不断的下雨天里面，好忧郁哦。可是事实上，只有我们自己基隆人才会了解到说，其实雨是多情的，雨是浪漫的，而且雨呢，在我们基隆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是伴着我们的经验一起长大的。如果我们回归到说，对于在地的一个情感，对于当下的一个气候的一个思维，我们这时候就会开始去想说，在今年度的我们的童话艺术节，那我们又要有在地的情感，我们又希望给孩子留下一些什么，所以我们在今年度做规划的时候，我们就以寻找雨精灵然后为我们整个活动的一个主轴。什么是雨寻找雨精灵呢？雨太多情了，在基隆我们怎么跟雨共存，我们怎么样跟雨同乐，那就是我们基隆人的智慧啊，也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共同记忆，那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味道。所以透过一个雨精灵的一个寻找里面，让孩子们开始去幻想，或者也让外来的县市去思维，基隆会不会像是一个雨的新都、雨的星球一样，所以寻找雨精灵。那既然是这样，那精灵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你心目中的雨的样态跟我心目中的雨的精灵的样态有没有都不一样？其实真的都不一样，每个孩子真的对于雨的诠释跟他心目中的那个精灵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创意。所以在今年度我们在以寻找雨精灵为一个主题开始去发想的时候，一刚开始我们二月份就有一些相关集章，让孩子们去发想你的雨精灵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去票选全三名。那以后呢，就在我们4月1号到4月4号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集章的一个活动。那这个雨精灵那个设计完毕之后，那我就要拜托了，这个就要特别请求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到雨星，也就是我们基隆来做探险。所以每一个都是新的探险家。那为什么要这样的规划呢？其实也回归到我们的星球，也就是我们这个真正的地球。孩子们一张开眼睛，我们觉得跟雨共存，跟雨同乐，可是雨是一个大自然的恩赐啊。但是如果我们回归跟孩子们讲说，我们要有环境永续，我们要跟雨水，然后如何让他去了解到说自然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循环，孩子会觉得好生硬啊。孩子的天性是喜欢玩的，所以呢，如何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到，其实我们在背后想要推广的其实就是环境永续的一个概念，也就是 SDGs 我们永续环境的一个那个目标。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跟规划的设计，其实也就是我们在今年度4月1号一直到4月10号我们的雨精灵的部分的规划设计。那这边呢，就跟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我们雨精灵的一个规划。那这一些活动呢，在我们整个疫情稍缓之后，其实各项活动就如火如荼的展开了。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家长带着大朋友、小朋友，或者外县市的好朋友，一起到我们金楼来寻找我们的雨精灵，也看我们所有的展览。是，这样听起来真的很有趣。雨精灵到底长什么样子？透过集章活动，你可以看到孩子们的想象空间，对，很不一样。那当然还规划了系列活动嘛，大家再请处长好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要请大家刚刚在那个新闻当中啊，那个影片当中可以看到，今年的装置艺术很漂亮，我觉得真的是突破以往之美。我们要请教这个设计总设计家我们的齐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呢的亮点、初衷及你要推动的理念有包含了哪些？好，谢谢主持人。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小雨滴的计划其实已经来到了第三年。那当初呢，我们跟教育处在讨论我们要来执行这个计划，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想要让小朋友透过这个雨滴去认识自己的家乡。那也透过了这个雨滴呢，去扰动我们基隆在地的这些艺术教育。所以呢，这三年来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尝试。例如我们的第一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做了小雨滴九十九种可能。那这个的作品呢，其实呢就开始我们让小朋友去认识我们跟环境之间的关系。那第二年呢，我们做了这个沐浴，就是让小朋友去了解雨滴之后，我们如何去沐浴雨中。那到了今年第三年，我们呢去探讨的更深入一点的是，不只是雨滴，就是希望透过这个雨滴，让小朋友除了看看我们自己的环境，在地的人文之外，还可以呢去了解到环境的这些议题，就是 SDGs， 刚刚我们的处长有提到的。所以呢我们三年的这个作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年用编织，那第二年用染布，第三年呢我们用到了这个剪纸。所以三种不同的这种创作形式，虽然都是雨滴，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讲求这些环境教育的同时，我们还可以有一些艺术教育的成分在这里头。那这是我们这三年来呢一直在操作这个小雨滴计划很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想要让小朋友去了解，就是我们无法改变气候，可是也许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看我们的环境，也许你从不一样的视角来看雨滴，那这个雨滴呢，我们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更缤纷的东西啊。是，哎，真的很缤纷，每年看下来都不一样，不管是从那个织的或者是染布，到今年度的是剪纸，那是不是要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带来孩子们精彩的作品？好，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很精彩，这个都是我们学小朋友五六年级的小朋友做的作品哦。我们的这个计划三年来每一年都是跟基隆的全部的41所的小学，然后总共高年级生每年将近有5000滴的雨滴。哇，好厉害！那你可以看到这些雨滴每个的造型、每个的颜色都不一样。那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所有的艺文科的老师，艺文科老师呢会把我们的对于小雨滴的这些观念跟这些我们想要传达的理念带回去学校里头，然后再由老师们去把这样子的作品呢带着小朋友去把它做不一样呈现。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一样的学校，这上面啊都有小朋友的，像这个我手上拿这个上面有写暖江的余以真小朋友，所以上面真的可以写自己的名字。对，在这个的上头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好多不同的小朋友做的作品。对，那每一滴呢都是小朋友自己呢发挥创意，那不同的颜色呢其实可以代表不同的学校。所以我们也欢迎这些所有做了这5000滴的小朋友，虽然我们雨滴掉得高高的，但是你可以来找找，透过颜色来找找你自己的雨滴在哪里。那这次呢我们已经发现有好多好多的小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那个雨滴的下面来找自己的作品了。是，哎，真的，大家都会在那边找作品。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去年有很精彩的回顾集，然后来带大家看看小朋友们他们找自己的雨滴之外，还参加非常多有趣的活动。
可以看到2022这个我是孩子王这么精彩的回顾。当然在今年的部分听说也有一个地方很激烈，就是我们的集章，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评审，我们的齐宏老师。那这次呢收集来的有点超乎我们想象，因为总共好像才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收集了3000多个与今年的创作。哇，那这3000多个的与今年创作，我们几个评审实在是绞尽脑汁，然后最后我们最后还特地开了一个评审会议。那那评审会议为什么会开这评审会议，是因为作品太精彩了，然后很多地方我们无法去做决定，但是最后我们会获选的只有3位，所以后来呢，我们评审呢最后通过了一个一致性的那个表决，就是希望我们的教育处除了原定的这个名额3位的前3名，还有3位佳作之外，我们还增加了很多位的入选。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对于雨精灵这个活动的支持，以及他们对于我们在地的这个雨的美好想象。那到时候呢，各位呢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最后的前3名，他会有那个印章做好的集章，会在我们活动现场，民众可以去收集，你就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小朋友他们发挥的有好多好多的创意在里头。是真的哎，雨精灵给大家很多的想象，因为每个小孩的想象空间是很多元丰富的。那不管是悲伤的、快乐的、忧郁的，或者是充满梦想的，都可以看见孩子们天马行空的奔放空间。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处长，其实在这一次的儿童艺术节当中，今年又很不一样，其实活动满档，很多的设计，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呢，齐宏老师有特别分享了一下，我们用小雨滴5000滴的雨滴，我们做出了一个岛屿汇集，然后传递永恒的一个意象，一个大型装置的艺术。可是事实上，我们在整个的展场里面呢，我们有3个大型的装置艺术。那第一个装置的艺术的话，就是特别提到的我们的精神地标，那就是我们的太空捕水站。它的地点就在我们国门广场，也就是在朱铭绅士的那个雕像那个草坪旁边那里。那基隆是一个很多雨的一个城市，那除了我们利用基隆得天独厚的一个天气的气候的部分来做一个相关的发想，那带入到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SDGs 的一个能源的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永续的一个思维，那让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我们永续的起点，也是我们的未来的开始。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图像的一个相关的解说，然后让孩子们在装置跟装置艺术之间的一个互动性，然后我们去了解到水循环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其实还蛮好玩的，因为可以看到雨滴从天上掉下来，然后呢，你可以感受到当它形成一个雨，最后又变成了天上的云。那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孩子可以领略到蛮多的。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就是经过了我们的国门广场，然后经过往海洋广场这边在走的时候呢，会经过我们的虫洞，我们的时空虫洞的这一个装置艺术呢，是用整个像穿越时空的这样的概念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创作的理念。那连接到我们的国门广场，也连接到我们的海洋广场，所以大家当他通过了我们整个的虫洞时空虫洞的时候，就能够看见我们整个基隆未来的主人翁他所呈现出来的整个大型共创的艺术。然后接下来的部分呢，就可以走到我们的雨欣市集。好，那这雨欣市集呢，可以见识到我们今天我们在今日基隆的整个的发展，还有我们整个的产业实力。这3个装置艺术呢，在夜晚的时候会有亮灯，所以在白天的一个你所看到的样貌，跟在夜晚波光粼粼之后伴随灯光的一个效果，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个风味，也有不同的风情。那期待大家可以共同的来跟我们的装置的一个互动，来打卡，来拍照，并且也可以跟所有的孩子们去了解到我们整个那个环境永续以及时空永恒的一个概念。是哎，真的刚刚看到太空补给站，然后还有我们的时空虫洞，以及最后还可以逛完之后可以豪买的市集，那都是邀请大家一块来好好体验一下。那基隆真的有山有海，很美。我们要请教处长，是不是有什么玩略攻略？其实我们刚好是在4月1号跟4月4号
的一个连假的过程。那这连假的期间哦，大家在生活紧凑之余呢，都希望能够睡好、吃好，然后最重要是要睡到饱。所以我们的整个活动的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概都从中午开始，所以家长跟小朋友你们可以睡得饱饱的，然后呢再到我们的海洋广场或我们国门广场这边来。那这些的广场里面呢，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体验。那体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在从4月1号到4月12号，我们的制造与星球的部分，但是每日限量哦，但是你可以现场就可以报名。那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部分，你只要孩子带着过来了，你就可以参与他的整个的 DIY。然后呢，另外两个场次呢，可能都要事先报名的。一个呢是我们的手作工作坊，也就是 DIY 的那个部分，那这个是要线上报名。那主要呢，我们有四个主题，我们有山、有海、有雨，还有我们的传统技艺的部分。那传统技艺的部分是我们谢元璋的米雕海洋生物 DIY 的部分，那个谢元璋大师的部分的一个作品。那另外呢，也是在于我们儿童广场的一个相关的导览。那这个是由我们基隆的那个导览的那个青年所创业的团队。那这个呢，特别是要希望能够走读我们整个城市，让孩子爱这个城市，他必须亲自的去走过，去了解那个故事，然后知道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所有的历史跟所有的情感。那这个呢，透过我们的那个导览之后呢，可以带领孩子们，那整个的那个山海跟自然的景致，还有我们的历史人文的部分，可以让孩子们更加的一个投入。那最重要的呢，刚刚特别提到了，当你参加完了这一些的那个剧场，然后呢也参加完了一些我们的 DIY， 真的还有好玩好买的，你接下来可以到我们的雨欣市集里面去。那从4月1号到4月4号的部分，前往我们的雨欣市集可以去见识一下我们整个雨欣，也是我们基隆蓬勃的我们的产业能力，还有呢我们整个的市集里面呢会有你想要的能量。所以呢整个来逛过之后呢，所有的家长就可以带着孩子领略到我们基隆之美。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星际交流的大平台。那这个大平台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广场那边，那透过一些可冲洗的一个蜡笔，其实孩子们就以大地为画布，然后去思考我们的未来的星球或我们的宇精灵到底长什么样子，可以即兴的去做一个创作跟发挥。那这个区块里面也让孩子们可以在真正贴近我们自己的土地的时候去描绘你的未来。是，哎，描绘未来这件事，其实这几年大家都有进行大型的艺术创作，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从小就开始接触美学教育，因为美学教育真的很重要，它会关乎你未来的生活环境的感受度。那我们要请教启宏老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美学教育你近年来看到在基隆市有不一样的蓬勃发展情况，那你的感受是什么？那你有没有投入什么样的教案 ？OK， 好，基隆呢，在这几年来呢，我们的整个的美学，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全台湾的整个的美学教育，其实它已经又转了更不一样的方式。过去呢，我们可能聚焦的会是只有在美术教育、艺术教育，但是呢，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学教育呢，它其实已经跨域合作了。就例如我们这次的这个作品，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这个作品，我刚刚有跟各位分享的我们这个小雨滴。那这个小雨滴呢，这次我们是跟阳明海运合作的这个作品，那这个的作品呢，除了我们想要去带着小朋友去了解我们的基隆的气候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透过这个作品带着小朋友去认识我们的环境，然后 SDGs。所以各位看到这个作品，你看到这个作品，它其实是有两个材质做成，除了是由我们小朋友做的这个剪纸之外，这个外面的壳啊，它其实是回收的宝特瓶做的塑胶壳。那它之后呢？展览结束呢？它可以继续再回到它的循环系统里头。那里面的这张纸呢？它用的也是回收的材质在制，印制的呢也是用大豆无毒油墨制的。所以呢，我们虽然在讲美感教育、美学教育，但是我们其实也在整个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带着小朋友去用不一样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除了美美之外，我们是不是能够再多做一点什么？那这次的这个作品呢？做的这个作品除了白天你可以看到之外，它晚上也很漂亮。晚上我们用的也是 LED 灯，那它也是很环保的材质。那我们如何在科技在永续里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的可能。那这次的作品的晚上它很特别哦，晚上这个随着这个 LED 灯在流动的这个川流不息的灯光呢，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
波浪一波一波的在海里头前行的意象。那它同时呢，也是象征的我们希望环境能够永续，然后也象征的是我们在地的这个动能能够不断的源源的不绝。所以这次的这个作品呢，除了它很具有教育意义之外，它其实还有很深刻的这个环境教育的意涵在里面。是，哎，真的很有环境意涵。我记得海洋广场曾经有过这样，也是大型的装置艺术，它很特别，它是用风，它风过去它就会亮，风越大它就亮得越多。这也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也就是看见这个美学跟我们的环境搭在一起，最后展现的成果。那当然，我们的美学教育当然是从小扎根。我们要请教婉婷哦，其实，在幼儿美学教育方面，其实也琢磨很多。我们来看看教育处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课程。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在3月31号开始，我们大班幼儿作品展也开幕了。那我们这一次是展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3楼到5楼，主题馆的3楼到5楼。那这一次的展期为期了2个多礼拜，3/31到4/16。除了平日跟假日的部分都是早上9点就开了，到下午5点，连假也是开放的状态这样。然后那我们今年汇集了2000多件大班幼儿的作品，当幼儿作品展的部分就是让他们在大班毕业前有一个可以展现的空间，对不对？每年其实都有在不同的地方展示。今年是我们第6届的大班作品展，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是以基隆在地特色为发想。我们汇集了7个行政区不同特色，像是中正区的彩虹屋，然后信义区的生肖桥，或是还有仁爱区的庙口夜市等，以每一区的特色作为发想去布置我们的展场，然后把各个行政区幼儿园的小朋友作品就放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幼儿园行政区的部分，仁爱国小就放在仁爱区，新国小放在仁爱区，正滨国小放在中正区等等，让他们小朋友去参访作品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就近看到哦，那这里很像我平常学校附近、家里附近的地方，会更有亲切感，然后更不一样。那在小朋友跟大人一起参访的过程中，也可以更了解自己基隆的文化特色、不同区的样貌这样。那除了可以观展以外，那我们今年也有发放导览手册给我们大班每一位小朋友，不管有没有参展，每一位小朋友都有一本。那这本导览手册用意是，您入馆的时候可以一个小朋友，我们特别有标注一个小朋友可以带2位大人入场，然后是免费入馆这样。那我们6岁以下的小朋友本来就免费入馆，但是因为大人平常是要付费的，但是如果你是小朋友想要带爸爸妈妈去，那我们等于是给小朋友一个特别的优惠，您可以带2位家长不用免费可以入馆去参观大家的作品这样。所以刚刚可以听到婉婷在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年比较特别，是每一个区都有一个展示地区方嘛，对不对？刚刚说到在中正区的话，大家就可以到正滨国小来看看。那是不是因为根据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艺术创作？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一区的特色？哦，我们每一区的特色，其实我应该是说，我们等于是把海科馆主题馆的3楼到5楼变成迷你基隆市的感觉，然后把基隆市各区的特色融入到我们的展里面。那小朋友会把他们的作品汇集到他们自己学校所在的行政区。那你进到那个行政区的，你进到那个展区的时候，会看到自己学校附近的样貌，看起来就会比较有亲切感，然后跟平常接触的不一样。所以小朋友是画家乡的概念吗？哦，没有，他们其实是他们会一人有一样作品，然后展示在作品展里面，他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要展示的方式，比如说像我们会有平面或是立体作品。那平面设计的部分，我们是以8开图画纸为主，那素材不限，它可以剪贴，它可以绘画，那它也可以拼一些拼豆，
他只要是他觉得那样是平面，他就归类在平面作品。那立体作品的部分，我们除了日常可见的粘土或是废物利用的保特瓶创作等等以外，也有小朋友可以会把他们做的拉 Q 的积木，或是不一样立体的方式的作品呈现出来。他们只要想展览，喜欢这样的作品，选一件然后送过来，我们就会帮他展出。人生第一场展览就在这里，真的。因为我知道这个基隆市政府很用心啊，他其实每年大班的幼儿生他们的作品都会展现。从一开始我记得在文化中心嘛，那时候就创了纪录，文化中心馆展人次好多啊，全部就是小朋友带着家长啊前往去看一看，找找自己的作品到底在哪里。那现在就是越来越特别，然后有的是在港务局嘛，我记得去年对不对？然后今年是在我们的海客馆，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找找哦，一块来看看我们孩子们的创作，看看各区的特色。那当然，刚刚有说到，刚刚去海客馆免费，对不对？小朋友免费，还可以带两个家长去免费。其实我们教育处这边也找了很多赞助单位，对不对？是不是来玩活动也有免费的？我们请教处长。刚特别提到的就是海洋那个童玩艺术节的部分，这个整个的那个系列，我们已经走了18年了。而这18年来，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来之后，各个不同的单位会我们去发想说如何让孩子有更多可能性。那很多的单位呢，也要特别谢谢说，民间企业的部分去赞助我们对于孩子的一个支持，还有我们对于整个活动规划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要特别感谢。那我们的合作的一个相关的伙伴呢，有就是我们的智慧科技，好，那特别的我们有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划，里面就是赞助我们4天的那个 Anyverse 的元宇宙的一个实境馆，好，这个很好玩哦，真的，孩子们如果有去，或者大人带着孩子去的时候，会发觉到说，哎，那个科技所带来的一个震撼度。还有呢，就是我们飞行剧院的一个体验的优惠。那另外活动的4天哈，哎，这边特别要留意一下的，就在这里。我们整个活动的赞助的厂商，也就是我们的鲜乳坊，他也跟我们一同来同乐了，一起的呢为我们的孩子的健康好来加把劲。所以呢，只要前往我们的雨欣市集里面的鲜乳坊的摊位，然后完成了一些相关的指定的任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的鲜乳，可以来给小朋友饮用。那当然这一些的区块里面也包括了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宣导的部分。那个鲜乳是来自于我们云林的那个鲜乳的部分。那这个区块里面其实也让孩子们完成任务，这个是嘉明的那个嘉明鲜乳，所以是非常有品牌的，也让孩子的健康受到了一个相关的维护。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企业者厂商。那当然刚刚特别提到的我们的传递永恒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岛屿汇集，那是我们阳明海运这么多年来一直帮助我们很大的一个协助的一个的企业的部分。那因为有他们的一起共同的协助，其实我们的孩子们的那个未来的发展性是有很多双手一起来手把手的这样子拉拔起来的。那这个区块里面其实也包括我们的艺术家，也特别谢谢，那他汇集了我们的国小高年级的孩子，然后共同来做一些相关的艺术的创作。那透过了这一些的那个跨部门，还有一个区块也跟大家做一个共同的分享。除了民间的企业之外，我们这几天的活动再加强宣导一下。那这些的活动的部分呢，也包括了我们整个的文化局他所规划的一系列的，有包括一些剧坊的部分的演出，剧团的演出。那这些相关的剧团演出里面，每天都有孩子们爱的舞台剧，那里面很多有可以变魔术的，然后呢可以看得到也有环保局里面的小水滴的互动演出，然后呢可以看得出来的整个雨精灵大赛里面的话，包括我们各项不同的剧团啊，从我们孩子们最爱的哈，包括我们的九歌，也包括了我们的布袋戏，好，然后也有包括我们的 Tiki Robin 的创作团体儿童剧的部分，这些点点的都在我们4月1号一直到4月10号的各项的团体的部分的演出。其实这么多的一个包括我们市府跨域的一个整合，还有跨局处门的协助，所以可以看得到的是，一场活动的成功其实不会只有一个单一，
而是整个我们从公部门以及民间企业的共同努力，才能成就一个美好的一个活动，也能够带给孩子更好的未来。那刚刚特别提到的是，这些活动的整个规划跟设计，其实都是要让孩子透过玩乐的一个过程当中，活动的 DIY 的一个尝试当中，或者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去了解到永续环境的一个重要性。那这个区块里面，从4月1号到4月10号，只要家长你带着孩子带到我们的海洋广场，你就会感受得到。那另外一个区块，我们当然也希望外县市的好朋友们，你们其实可以来寻找我们的雨精灵到底在哪里。基隆的雨滴这么多汇集之后，感受一下我们基隆多情的雨。是，哎，我刚刚突然间发现雨精灵在这里。我们要请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块来寻找雨精灵，一块来集章哦。这个雨精灵的部分哈，请容许一下，我把我们的折页也拿出来一下。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谢谢。我们整个雨精灵的部分呢，现场其实有三个，刚刚特别提到的，我们有三个那个优秀的作品之后，我们会作为集章。那除了现场有三个集章点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六个场域也有集中点集章的可以盖章的地方，包括我们基隆火车站哦，还有我们阳明海运的文化艺术馆。那还有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那个 Universe 的那个元宇宙馆，然后呢，我们委托行的商圈刚好也都在那附近。还有呢，我们有一个如想咖啡、好想咖啡屋的部分，在我们中正楼中正区的部分，中正路这边。另外，我们信义区哦，市长特别在意的就是多雨的天气里面，那孩子也可以在室内好好的玩耍。所以，我们信义室内的儿童游乐场、儿童游乐园的部分，我们也有开幕。那这里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点。那在这些相关的，要跑到哪里去才能集章喽？现场就有三个，现场就有了。然后呢，我们集满六个章，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就可以换到精美的好礼物哦，这个很可爱。那小小的一个彩色笔，其实就是孩子绘画的天空跟他创意的来源。所以呢，其实孩子是透过去走访这些场馆，去了解我们基隆有哪些的建设。那透过每一个父母带着孩子去各个场馆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了解到，除了这些建设之外，这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那故事的一个展开，其实就是孩子爱这个城市的未来。是，就是一块邀请大家来寻找我们的雨精灵哦。刚刚在海洋广场是有三个章，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委托行，委托行有章，然后另外在信义室内儿童乐园，应该是信义区公所对不对？对对对，在信义区公所那边也有一个章。另外就是我们的好想咖啡，它一定是超大赞助单位，对不对？可以一起喝个咖啡，对对对，爸妈轻松一下也可以来集章。那元宇宙馆其实刚刚特别提到的，你看也是个赞助的厂商，然后里面其实免费吗？也有优惠，有优惠，都有优惠，是，所以大家可以去玩玩，去看看，然后看见基隆不一样的地方，对，而且还有那个元宇宙馆都进来了，可以带大家来好好的玩一玩，体验科技乐趣。那是回到这个，我们就是发现我们的儿童艺术部分很好玩。那儿童节大家要很开心啊，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他们其实发挥创意，在交通安全、人本空间的环境维护上面，他们有新创举哦，让小朋友来学习开车口罩，非常的可爱，快来看看。红灯停，绿灯行，孩子们开着遥控大卡车，跟着球场的路线绕行，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让我更认识交通号志，真的很厉害，会车也难不倒哦。最后校长还亲自颁发驾照，充满创意的交通安全教学法让人印象深刻。好玩，因为我没有自己开过车，我可以体验，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开车很简单，可是我们要礼让行人是很重要。我们学校呢，在去年度呢是接受中央的交通安全的一个访视，那呢，我们其中委员也建议到说，是不是还有更创新的一个方式，让小朋友呢对于交通安全能够更加的用有趣的方式来进行。那非常感谢我们教育处哈，他挹注了呢，就是我们呢，让我们可以真的去卖哦，这样最夯的，我们现在最夯的哈，这一个真实的一个小车，那让小朋友呢，他们可以从2D 的学习进到3D 的学习啊，那事实也证明，小朋友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更提升他们学习的兴趣，那让他们很愿意来参与这样的活动，而且都非常的嗨，哦，这个呢更能够达到我们的效果，也希望这样的一个
方式跟效果能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这样的活动。好的，加上了，耶，真的好有趣，孩子们从游戏中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拥有自我保护能力，成功让交通安全教育从小扎根。欸，真的很好玩，大小朋友看到之后就想，哇，原来现在小朋友这么幸福，这么小就可以学开车，那会不会倒车入库呢？我应该是还没有了，但是小朋友就是知道从这当中可以知道交通安全的一些观念，以及礼让行人这个友善的基隆城市现在在推的这个目标。那当然儿童节好玩地方还有很多，每一间学校其实都有推出不一样的特色，听说上仁国小也有，对不对，处长？是，上仁国小他们也有很多他们自己本身对于他们学生的一个相关的规划。那对于学生而言的话，他们最在意的就是在儿童节那天他们是主角，他们如何的被重视到。那天呢，校长来跟我在谈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好玩的。那听完以后呢，就如同跟郑斌中的一样，他们发展他们的儿童的权利树一样，快要发稿了，因为原则上已经快接近儿童节了，所以他们针对自己的权益的部分，还有儿童节里面他们自己他们孩子想要的是哪一些的活动，他们自己本身规划，由孩子来规划他们自己想要的活动。之前有前几我们会做一些规划，就是上课下课的时候的时间倒转，比如说我下课45分钟或50分钟，那我上课只要10分钟。那这几年来的话，我们在儿童节的部分，我们会期待由学校里面的孩子们开始去思考他们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呢，他们在这一天里面，尤其是这个原则上，刚好儿童节其实刚好都放假，所以学校端呢都会在提前的时候为创造儿童节或庆祝儿童节的一些发想的一些新的活动，然后由学校端里面去为孩子来做一个相关的规划。那这几年来的话，刚好对于孩子的相关的权益的部分，那特别留意到的就是他们对于法规上面的一个熟知，好，包括儿童权利你有哪一些的，包括 CRC 就是儿童表意权的部分，那如何去做相关的发声，对他自己而言他要注意到哪些的东西。那对于一些相关的比较小校的部分，都有一些像宠物的部分，有一些银行的部分可以有宠物的部分可以去做一些像处理这样子。对，然后不同国家的儿童节其实也有不同的庆祝方式跟表演方式哦。那当然就是上仁国小应该很特别的，它就是融入世界的观念在里面，带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儿童节。他们儿童节每一个学校都在庆祝的时候，回归到世界各国，他们也在庆祝他们自己属于他们国家的儿童节的活动。所以呢，上仁国小呢就会去收集，请学生去收集各个学校里面各个国家对于儿童节是怎么庆祝的。其实这个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国际观了。那因为孩子要试着尝试去收集，他们就要有资料 data 收集的能力，然后了解到那个各国的儿童节的那个整个来源，或者是他们庆祝的方式。那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是，这样就有孩子有国际观，这样的儿童节也很特别。对。那当然又回到我们的这个美术教育部分，因为我们这边有两个大师在这里，我们要请教齐宏老师，是不是有什么孩子的创作让你印象深刻？好，这次呢已经是我们在这个小雨滴计划已经来到了第3年。那各位可以看到是这个是其实前2年的作品。那第一年我们用编织，第二年呢我们用染布，那第三年呢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剪纸。那所以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是我们在对于美感教育，我们其实呢教育处呢很用心的，我们想要每一年呢透过儿童节带给小朋友不一样的艺术的体验。那今年的这个作品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做这个剪纸的时候的这个作品啊，它其实呢每一张纸呢都是两边的颜色。那你看这个是我们在教小朋友，就是我们剪纸的时候你可以看到2种颜色。我觉得很厉害。对，但是重点是你看看我的另外这一个，这是由小朋友有学校他们自己研发出来，他们呢透过剪纸剪完之后再把里面的纸做一个翻转。那你看这个，我们就是可以很感动，是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丢出了一个很基本的这样子的教材，可是透过学校的老师以及小朋友自己对于作品的诠释，它会长出各种不一样的造型。那这次的我们的作品呢，刚刚有跟各位观众分享，它是2种颜色。其实呢，这个有一个很深厚的含义。我们总共呢有12种颜色的纸，那每一种的一边全部都是蓝色，它其实象征的就是雨滴的颜色。可是呢，当你把这个蓝色翻转过来之后，就会是缤纷的不同的颜色。那这个呢，就是要回应到我们倒是一直希望呢，透过这个计划带给小朋友一个
无法改变气候，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观看的视角。也许呢，雨滴呢，别人看到的会是绿，是这种蓝色的，是哀伤的，是忧愁的。但是呢，也许我们换个角度，就会像是我们刚刚处长讲的，基隆的雨是很浪漫，是很多情的。那这个的作品呢，其实今年尤其是今年的这个作品，这个计划，各位可以看到是它现在已经在海洋广场展览了。那这个的作品呢，它其实比我们儿童节的活动还要更前，提前开跑，从现在的3月25号会一直展到儿童节结束之后，还继续展，会展到4月8号。那这里一个很重要是我们教育处呢，一直希望能够把我们基隆最好最美的这个舞台，作为是小朋友展览的一个场域。所以呢，这个作品呢，为什么这3年来呢，我们一直都是很坚持的在海洋广场来做举办，除了让小朋友去看到自己的作品，然后我们把基隆最好的舞台给小朋友来呈现之外，也希望呢能够透过呢这个作品装置在海洋广场，是好多好多的外地的游客，甚至是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游轮又开放进来了。那所有游轮的外国民众一进来呢，其实到港边第一个看到的就会看到这个波光粼粼的作品在欢迎着他们。那所以这个作品呢装置在海洋广场呢，主要是要让全国的民众去看看我们基隆的这个艺术教育的动能，以及呢我们在地的民众呢对于在地的这个土地跟这个在地情感之间的连接那这次的作品呢我们特别跟阳明海运合作做了这个作品。那这次的作品呢，各位看到它是由雨滴，从雨滴汇聚成浪，浪呢再累积成了一座岛屿。那正好呢，这三个有雨滴、有海、有山，这个就是我们基隆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的意象。那更重要的是，这个作品当你到了晚上之后呢，它会发光，变成波光粼粼的海浪，或者呢是好像是一个岛上的仙山，一座就是漂浮在海中的山。那也是让民众去看看，就是在地我们基隆呢的这个基隆屿，大家很多人外地人可能看到想到基隆就想到基隆屿。那其实呢，这座仙山基隆屿，它不是基隆屿，它是一个基隆一座岛的象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基隆屿啊，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台湾也很好。那重点就是呢，让我们的民众呢可以透过这个作品，透过从小朋友的眼光、小朋友的视角来看看我们跟环境之间的关系。也许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我们基隆哦，也包含我们台湾，我们这个美丽的岛。可以用不一样的视角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自己的环境。真的是用不一样的视角就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基隆之美。那当然还有很重要，就是要透过我们的阅读教育。其实各校他们在推阅读教育也都是出新招，我们一块来看看建德国小。真的是超厉害，一本本图文并茂、富有想象力的绘本都是建德国小6年级孩子创作出来的。《水母历险记》、《来基隆吃美食》，一本本环绕基隆、环绕生活，发挥想象，也为自己记录专属的童年记忆。毕业前夕，校方还特别举办了绘本创作发表会，孩子们不止当作家，还化身成出版社最佳业务员，向学弟妹们唱作俱佳的宣传作品，还进行问答。创作过程遇到的困难在于我们的主人都不负责任。我们这本书的创作来源主要是我们看过的非常多小说以及漫画，内容有很多题材都是时空穿越啊，或者是介绍当地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借由里面的题材来创作一本新的小说。我觉得这次的书展非常有趣，并且可以看到大哥哥大姐姐的书，而且可以印章。我认为这个书展真超级有趣，让我充实了我的生活，充实我的脑袋，充实了我全部的人生。我最喜欢这本咪咪的日记，它画风很可爱。我很喜欢这本妙口奇幻任务书单。我最喜欢这一本水母的历险记，这一本真的很有趣，它参考了鱿鱼游戏，它获得了很多贝壳币，然后和他的朋友过得快乐的日子。幕后推手是负责阅读推动的张思涵老师，鼓励学生写自己的故事，还申请经费将学生创作制成质量俱佳的绘本，让小青鸟作品
在图书馆代代相传，透过阅读创作串联孩子各项素养能力，秀出自己。阅读跟创作是一样重要的，我们从阅读中获取养分，从创作中把生活里面的精华给提炼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自己创作，我们跟我们的小组一起合作，跟老师一起讨论，他们从中增加了非常多人际互动的机会。基隆市各校在110学年度几乎都有规划谁来基隆绘本学习课程以及阅读活动，教育处同时补助了5间学校将学生创作绘本印制成精装书。从阅读素养出发，连结自主行动、社会参与及沟通互动这三大面向，展现108课纲核心素养。可以看到基隆市的阅读推动真的很着力，听说今年又即将要达标，我们要请教处长。其实阅读教育对孩子来讲是一个素养的一个养成，那父母如果也能够陪着孩子一起阅读，其实对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也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件喜讯哦，我们基隆市的那个阅读推手的老师呢，几乎校校都有的话，这个是几乎是全国我们是第一。在8月的话，我们就大概都已经达标了。那这个不仅是全国唯一，那也是我们首创的一个校校都有阅读推手的一个政策。那协助学校在推动阅读的部分能够更为精进。那另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刚刚才得知的，就是我们基隆市的复兴国小，得到了我们中央教育部的一个阅读磐石奖。那这个是我们基隆市的第10座的阅读磐石学校。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推动，其实一方面也让学校端的推读教育能够更深化到学生本身，同时其实也推动到家庭。那透过家庭共同的阅读以及学校端阅读政策的一个推动，孩子们的素养内在里面的一个知识丰厚度，其实也能够让孩子在看待事情的角度以及我们在学习的部分的一个沉浸度都有很长足的一个不同。是，可以看到阅读教育真的很重要，那当然对地方在地的认同感也非常重要，因为今年的集章活动它可以横跨很多区哦。我们要请教婉婷。那阅读真的很重要，就是像我们作品展里面也有很多小朋友的作品的创意来自于亲子共读，在家里看绘本的时候，像我们场部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小朋友，他的作品里面有螃蟹，但他的螃蟹跟他的鱼在不同的地方，他的鱼在他的海里面游，但他的螃蟹在他的那个破船的最里面。那问他为什么螃蟹在里面，他就说妈妈念的绘本里面螃蟹就是喜欢在阴暗的小角落里面待着，所以他就这样创作出来了。那这些有趣的创作都可以来3月31号到4月16号的大班幼儿作品展。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舞动一起来，这一本本子里面除了这一本导览手册里面除了每一区有哪一些学校的作品的那个地区可以从哪里找到以外，最后一页这边还有每一区都有一个海洋小伙伴。那我们的海洋小伙伴他会有一个提示告诉你他藏在哪里，在他的旁边您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印章去集章，集完小朋友的任务是集章，那大人的任务是帮我们填写 QR code 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到服务台找工作人员一起拍一张整场限定的纪念照。那很可爱，展场限定的纪念照中间是您的照片，旁边围了一圈我们各个区陪伴你一起导览的海洋生物的好伙伴们。是，大家记得一块来看我们的大班幼儿的作品展，一块来集章，来拍一下历史性的一刻，有基隆的特色，各区的特色海洋生物跟着你一起入境。那最后2分钟，我们要请教处长，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基隆童话艺术节。其实延续刚刚整个节目的一个进行，可以发觉到我们城市的未来就来自于孩子对这个城市里面的认同。所以呢，童话艺术节的举办这么多年来，每一年在思考给孩子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的时候，我们期待他对这个城市是有感情的。那这样的感情透过日常的一个学习，透过日常跟生活中跟环境中的一个接触，透过对于环境的爱惜，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紧密相处，对于孩子来讲，这就是他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他对于永续的一个起点。所以我们期待透过童话艺术节4月1号到4月10号的一个举办，只是一个开始，
期待的是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还有我们外县市的好朋友们，刚刚齐宏老师特别提到，我们办了一个活动是在一个这么优美的地方，在我们的海洋广场可以看到我们三个大型的一个装置艺术，我们各项各式的一个活动。那另外呢，其实看到游轮的进来，看到老鹰的飞翔，你可以看到即使是下雨基隆也美，即使是天空晴朗的时候，游轮的进来带给你所有的希望。所以欢迎各县市的好朋友，也欢迎我们基隆市的大朋友小朋友共同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儿童艺术节。谢谢谢谢处长，今天很谢谢三位来宾哦，带大家来看看基隆市政府年年推出新特的基隆童话艺术节，不只是好玩而已，而且还融入了环境以及美学等教育的理念在里面。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一块来基隆探索雨都雨星，还有寻找我们的雨精灵。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谢谢，拜拜。